谢谢各位。然后我要讲是如何自建一个简易的实景调查车，然后这种车子在路上的话，大家都有需求，它是借景车，因为Google 的 Street View 的服务太好。然后这是我的 email，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然后会有什么指教的，就欢迎大家提供一些意见，因为我相信在场有不少人是专业人士，让这场合里面所有人都什么强者都会有，所以如果有什么意见，可以让我这种超级土炮变成专业的接警车，那么也就是希望大家多指教。所以首先是等一下的内容大纲。首先我会花一段时间先说明为什么要我想要做一个实景的调查车，然后接着是说说明如何利用手边的摄影器材来制作实景调查车，然后最后是跟大家说明我实作的方法。然后我实作的方法，因为刚好我摄影器材，我手边有这些摄影器材，所以可能跟大家能够使用的方法不太一样。不过OK， 然后接着是我在做实际出去收集资料的一些心得分享，然后最后是未来我觉得从可以以这个为基础之后再继续做的一些东西。好，缘起就是我是有参与 OpenStreetMap 计划。然后这计划的由来就是因为民用的 GPS 的普及啊，所以大家每个人都会产生许多的地理空间资料，然后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些便宜的 GPS 装置，例如这是手机，然后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来测量，然后大家每个人都有一堆地理资讯，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地理资讯来编辑一个公开的地理资料库，然后这地理资料库是每个人都可以编辑修正错误，就有点类似可以说它是地图界的 Wikipedia。 然后广告一下，明天有一整个 track 的有一整个 track 都在说那个相关 OSM 的讯息，然后欢迎大家参与相关的议程。好，但是其实讲了半天啊，看起来好像说有 GPS 之后大家做地图都很简单，其实制作地图需要许多的能力还有精神。好，上一个失败的案例叫做 Apple， 好，在这大他们就是想要自动化去处理很多东西啊，可是就有时候没没干干，以及最后能力人工确认的部分没去做好，所以就出包了。好，我喜欢读历史，所以先从古代开始讲起。这个是以前的石原马克，现在马克也不见了。石原马克，我们可以看到，这张钞票的左半部是一个好像叫六分仪吧，然后右下角就是，那数学家叫什么？跟洪堡齐名的同时代，对，高斯。高斯他那个时候在十九世纪，我没有记错年代啊，在十九世纪测量不来梅地区的三角测量，使用三角测量去测量，然后因为当时的技术非常不好，然后三角测量需要非常大的计算，所以这样的努力成果可以就放在钞票上面，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是多难做的事情。当然我们现在就简单多了，像就可以使用 GPS 装置来收集道路的一些轨迹资料，像左半边就是某一次我骑摩托车在高雄男子附近绕，然后就搜出这个轨迹，然后再配合其他人所有出来的轨迹，然后就可以看到右边这样的纹路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大致看到附近的道路啊、高速公路的样子。然后当然现在还有一些更简单的方法，例如说使用空照图，然后从空照图描绘，我们就可以甚至连出门出去跑都不用，就可以得到一些道路的路线。但是其实事情还是没有那么简单，就是这些 GPS 的轨迹啊，还有空照图啊，它上面并没有任何的资料属性，并没有任何资料说我刚才描绘那条路
那条路走过那条路线的路名啊，它是怎么样道路啊，它是单行道速限多少多少，然后更没有所谓的门牌号码。这个在现代数位地图来说很重要，例如我们常用一些地图来说，我要导航到某一个住址，然后他就跟我说在哪。但这种资料不可能从卫星图上看到。另外就是 POI Point of Interesting， 就是一些地图上有意义的点，例如说餐厅啊、加油站、车站，还有等等各种设施。然后上述的这些资料都是现有现代数值地图一个十分重要的重点。然后各家地图厂商其实都在比较的都是这些地图的资料谁比较丰富。然后这也是大家很竞争的地方。于是实地的去收集资料是十分重要的。像我们刚开始收集 OSM 的资料，就会像图上的这位老兄一样，就是真的是走双脚出去走啊，然后拿着纸笔，看到什么有意义需要记下来画在地图上的东西，就是拿一支纸在地图上画，哎，这里的棵树，这是怎么样的树？好 ，OSM 资料很复杂，甚至有什么厕所啊、公厕情况啊、水龙头啊、玩乐色桶之类，然后就。走了半天，可能走了一整天，然后只有收集一点点资料，然后回家就是整理资料是很辛苦的。所以有一些比较方便的方法，就是我们都有手机，我们现在的手机都有照相功能，然后它拍照的时候就会直接把 GPS 的位置给写进去了，然后我们就只要拍张照，然后回去的时候再编辑。地图资讯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抓出这张图出来，然后对坐标位置，然后就给它点一个点，说这个点是这条马路是怎样的路，路名啊，这是什么样的点，就方便多了。但是还是要双脚去走，要一边走一边拍，也是一样非常辛苦，尤其在这种夏天的时候。好，其实这些专业的公司的做法就是开台车，所谓就是接警车或者是实景调查车出门。这个是在一年、半年到一年多之前，在我家附近的社区里面遇到Garmin的车子。他们的做法就是这样，在车上，装一个，上面有装很多台相机、摄影机，拍摄各个角度，然后同时也有记录 GPS 轨迹，然后这些摄影机甚至还会。拍下来照片，还记录当时拍下来照片是朝某一个方位，然后倾斜姿态、仰角、俯角之类的姿态，然后等车子这样慢慢的在外面收集一圈的时候，这些资料再送回去公司那里，然后派出攻读深海开始来编制资料、整理资料，因为资料量非常大，所以一定要攻读深海，然后最后就会产生我们在地图上看到各种住址啊。路名啊，小巷啊，所以说我的目标就是自己土炮一个类似这样的车子，当然不是那么专业，然后价格越低越好，因为现在是超级穷的穷学生，然后最好可以利用我手边现有的工具就可以做出来，然后操作简便，一个人就可以操作，不用可能再花人力，因为。在早之前我有想过就是骑机车后面载一个人，然后那一个人就负责拉车，然后一个人就会更方便嘛，然后拍摄的时候最好不要人力介入，或者不要介入太多，不然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然后因为我的目的只是收集地图资讯而已，我并不想做什么实际地图服务 OK， 所以我只要很简单、很简单的功能，所有题目应该把街景给删除线删除掉。好，所以接着我就先开想很多想法。好，首先第一个冒出来的概念就是以行车记录器号，现在很流行的运动录影的摄影机来收集资料。然后这些东西的优点就是体积小啊，然后其实还蛮容易携带的，我看到有些。根本就可以直接连在安全帽上面，或者是放在龙头上，然后也很好安装。有些甚至买来就直接给送你一个安装套件，还顺便要减震，因为龙头震动还蛮大。
然后自动操作，只要一启动，一按一个钮，它就会不停的，例如每秒拍一张啊，或者是不停的录。然后就部分产品也是会结合 GPS 装置，就会自动的让你让我们的收集回来的照片就有 GPS 的位置的资讯，然后还有角度之类的。但是其实实际设备了一些相关的东西，我发现有不少缺点，就是大部分的镜头都是广角镜头，甚至是鱼眼镜头，例如说好像很多人会用的 GoPro。内部有买一颗 GoPro， 可是拍出来的效果、录影的感觉、动感很不错、我说很不错，但是我想要从画面中找出一些有意义的资讯，这个牌子到底写什么字就会比较困难，因为鱼眼变形很大。然后它录影又到 1080p， 1080p 带影片来说解析度不错的，但是因为它毕竟是 motion picture， 不是 still image picture。所以说我当然要停画面停格，就发现它其实还蛮模糊的，然后再想要把角落那个有利益的资讯的路标门牌放大的时候，就发现看不出什么东西，因为它这么大的东西在鱼眼变形的结果就在旁边小小的，然后小小的解析度又只有 1080， 然后再放大就是模糊的东西。于是我就考虑使用一般的相机改装，然后因为我有一堆相机，所以去年来 TikTok 我放那张图都是我的、okay、所以就想要说用一般的相机来改装。然后当然如果想要使用一般相机的话，第一个考量就是我如何自动去操作，因为我刚才说不要太多人力去介入。然后又想到考量到几点啊，第一个就是其实有些相机有内建定时拍摄的功能，然后有些也是可以透过外挂的模组，例如说你控一支好几千块的定时快门器之类的。然后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其实有些相机可以接一台电脑去远端遥控控制台相机命令它拍照，那我只要定期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按拍一张就好。另外一个就是其实蛮多相机支援外接拉一支快门线出来，然后那我就自己做一支可以并且去压快门线的相机，我就想到这三个方法可以处理。然后如果遇到有些相机根本没有办法外接快门线，没有办法定时拍照，没有办法用电脑控制的话，其实有人有土炮的方法，可是不是很建议，就是拆开相机，把原本压快门的那个电子接点用自动控制去压下去。不过我不想拆我的相机，所以没列出来。然后，一般相机也没有 GPS 嘛，所以如何结合 GPS 的也是个考量。但是，有些相机已经有那些 GPS， 那当然很方便。然后有些当然是有 GPS 模组，例如说好几千块的你控，巴拉巴拉巴拉。但是我刚刚说我想花最少的钱。然后其实像蛮方便的方法，就是用手机或者是大家很便宜买到行车记录器的，可以记录 GPS 的轨迹，然后再结合一些应用程式把两者结合起来。这些等一下都会说明细节。好，首先先思考相机的内建定时功能。我一台 D200， 其实它有这个功能，问题是。它最小时间的间隔，就是说拍一张之后再拍下一张，是间隔是一秒。那当然可能对收集图纸，如果骑摩托车的话，是不是不够？这需要考虑。然后我在网络上审问一下，部分消费型相机也限制了机种的连续拍摄数，也就是说如果设时间间隔三秒拍一张，它最多可能只能拍999张。主要是它内建 timer 的问题、counter 的问题，还是什么刻意就是阉割相机功能的限制。然后接下来就考虑到定时的快门线，就是接一支快门线，然后那支快门线可以透过上面的 menu 设定、按钮设定，让它去定时按。然后问题这些东西，就只能说很贵，超级贵，贵到不想买。然后其他的缺点跟机身内建一样。
然后所以就想说用电脑的来控制。然后电脑控制的方法就有一个传输协定叫做 Picture Transfer Protocol， 这好像在 ISO 有规定，所以 大部分的相机都支援。然后它的原始设计是从传输件将相机影像传输到电脑，然后在部分的机型也可以支援透过这个协定来控制相机，但是只有部分中高阶的机种有支援。然后有些原厂提供控制的软体啦，就我们在相馆或者的 BS 拍大头照那样子，就是拍一张，然后它旁边的电脑立刻出现图，然后声可以旁边做个声音。例如说 Canon 的 EOS Utility 啊，或者是有 Nikon 的 Camera Control Pro， 当然我不想花钱买这些软体。OK， 于是有 Open Source 的解决方案叫做 GPhoto 2。然后 GPhoto 2它可以下一个像 Capture Image 啊，它就会拍一张，然后这张影片就这张相片就会存在机卡里面，或者是 Capture Image and Download， 就会拍的同时也透过 USB 或 IS-232 把相片传输到电脑的某个角落。然后其实也可以透过这个程式来修改一些设定，然后因为各个机型不同，所以有 List Config 它可以叫相机说我资源可以设定什么东西啊，例如说设定拍照 A mode、 P mode、 S mode、 M mode、PSN， 然后光圈快门，然后连拍张数等等等。但是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测试这个工具，后来发现它每秒拍摄的张数小于一，因为我后来发现它就是拍完要等照片写入机卡才继续拍下一张，不然在这之前所有命令丢给它，相机都不会理我。而且我出去的时候一定要背一台电脑。虽然有一种东西叫做 Raspberry Pi， 它非常的小，然后也可以塞这种程式，但是就还要再一个东西。于是方法就是会想到自制的定时快门线啊，可是麻烦的是不同的厂牌机型的快门线都不一样，不仅接脚不同，他们的作动原理根部就会完全不同，等一下我会说明。就是以后如果你们想要改自己家里的相机的话，可以参考。然后OK， 部分低阶的机种不能外接快门线。然后我怎么控制这些快门线呢？然后我就想说用单晶片来控制啊。然后于是可以就自己调整适合的时间间隔，从很快0.几秒、1秒、3秒之类的。但是在这个操作的话，就需要动些焊枪啊，还有做一些线路之类的。然后其实Arduino 可以帮上忙，因为它还蛮简单的。然后相关的怎么线的说明，其实大家 Google 一下，其实非常好做。例如说Arduino 来做一个开关之类的。首先是先说明一个做法，第一个就是你控的 Spin 的 Connect。然后其实大部分的厂商的快门线驱动原理都很接近，然后这个接脚其实有非常久的历史。然后其实主要就是有几个接脚，第一个接脚就是九 pin 如果是接地的话，它就会相机就开始测光，然后四的接脚接地的话就开始拍快门，所以一直接把四的接脚接地接放不接地接地不接地，然后就一直拍下去。然后其实蛮多厂商类似的原理。另外一个比较复杂的做法是 Panasonic 的快门线方法，它只有一条讯号线，然后是用不同的电阻值来控制对焦和快门。然后虽然下方可以看到线路图，然后看到这个线路图也可以想啊，好，其实这开关也不会太难做的。OK， 但是有些厂商就比较一点点会用 USB， 因为例如说 Recall 或者是 Canon 的破解版的分位，它就会用 USB 来做控制。然后它的做法就是把 USB 的供电和接地的电压差去做些控制，然后只要送出一定的充脉格式讯号这样子送，然后就可以改变。然后这个当然就是需要比较复杂的实作方法。另外一个是机械快门线，这种古董的东西现在居然还有数位相机用，而且是全新的，所以就需要自制一些机械。
可是我这里有一个1970年代的范本可以看 ，OK。然后拍完照嘛，出去拍完要结合 GPS 坐标，那么其实最重点是下面那一行，用这个程式来处理就好，行，来过。所以最后是我的实作，我用我手上的系统相机 ，OK， 很简单。其实这总共花的钱是零元，用我防潮箱里面的设备拉出来，然后用袋子塞在机身上面绑着，啊。然后因为我相机本身有低速连拍功能，可以设 FPS， 所以我直接看左下角拉出的快门线按钮就一直压着，然后快门线本身有固定功能，这样来拍。当然这是运气好了，不用动焊枪啊，不用再动其他的点。然后实拍结果，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可以看到商家的资讯啊，然后旁边门牌号码不路标。但是我们看整个拍摄的过程，当然我是用是45度角角度过去拍，所以不是用正侧面，所以看不到一些像门牌啊，因为门牌可能都放在起楼下。好，所以操作心得，首先要了解相机的极限，还有读熟它的说明书，然后接着就是车速高，我就要拍越快拍，然后越快拍对我的记忆卡的要求更高，然后拍太快就会看到相机不给你拍，因为 buffer 满了，相片还没写入，所以我得慢慢骑，我大概骑时速18公里左右。然后画面要够清楚、够清晰，所以很多人讲说什么前景深什么就不要理他 ，OK。然后其实比较麻烦，就是因为我在阴天拍的，所以骑楼内外的明暗曝光反差非常大，所以骑楼内就变全黑了。然后最后一点就是请注意人身安全，因为拍这种事情是很奇怪的。然后我们刚才看到一堆违规停车啊、违建什么的，自己小心。我来展望，就是当然我们可以去附近人家叫什么怪兵器的去买很多什么一些，就把它架很多台相机啊。然后第二点，依车速自动调整 FPS， 那就需要动一些单晶片啊，动一些焊枪啊。然后我当然希望能够可以自动辨识门牌，然后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因为不一定每家都有门牌，然后门牌要在阴暗处。然后我接警车，其实注意比如租车商标那个要不要做这种东西，要做服务，可能也是要问一下律师 ，OK。然后未来是希望可以玩这种东西啊，左边是某个实验室的 UAV， 然后右边是空照图 ，OK， 自己拼的，好，时间到。谢谢为我们介绍，有没有什么问题的？这种土炮的做法，是非常可取的一个做法，就是低成本，然后高收集样资料这样子。但是，未来有没有考虑说啊，就是加上比如说陀螺仪啊、姿态仪啊，使你在拍摄过程里面啊，会更加的准确一点？这个是可以考虑的。然后因为我前阵在闭关写我的硕论，所以没有空去懂这个。因为如果要把这些照片就是要拍到一个店面哈，它确切位置在哪里，那我真的需要这些东西才放得上去。因为理论上是往前往后侧面，其实越多台越好，因为有些招牌就是在这样子，如果侧面看的话就看不到招牌的样子。全好，其他问题吗？再一位，后面刚才后面的先生。我想请问一下，你收集了这么多资料，那你回去是怎么把它弄成 OpenStreetMap？ 你是不是有什么诀窍？还是这张图，就是把它这套编辑软体叫做 Joson， 然后把这图其实也不用所有图。因为会跑够，就 load 进它，然后它就会把在地图上面就直接秀那照片的位置出来，然后就辅助编辑。当然这部分目前是还使用非常多人力，所以最大的诀窍是要耐心和时间。这种东西会做到
废寝忘食，会找不到一个停止的点，然后就饿。还有其他问题吗？可以问一下，就是如果你骑一个下午，那你花多久时间来整理那一个下午的资料吗？有没有一个大概的，就是 empirical 的？我还没有尝试过这件事情，因为第一我机卡不够大，我机卡只有四 G， 然后一张照片是 mega。所以可以骑多久？如果一秒一张的话，3600张。我数学不好，要花点时间算。不过当然啦，今天骑很久也会累，因为骑得很慢。然后再来就是回家整理，通常是我前几天十座大概骑了1公里左右吧，就几百张照片。然后就回家整理。是。